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好的，来玩这款《云中幻想》。公告没东西耶，伺服器到5而已。好，来吧。那游戏我看一下那个叙述啦，就是7月24号正式上线网络服游戏。这讲英文哦，蛮奇怪的。大陆游戏大部分都讲中文比较多啊。然后如果是那种哔哩哔哩二次元的话，会有日文配音。他们最近好像二次元也被打压了吧？最近的新闻吗？就是夏日季是不是？我们台湾是动漫季嘛，都有一些动漫季在那个台北花博那边啊，什么争艳馆。在一颗名为利波拉的星球上，库菲塞欧，然后他们夏日季好像全部停办了，有点惨。共处多年，有很多人是靠那个为生的嘛，那你被打压之后，你就失业了。没工作。从大洋之底浮上天际的天空之，好，这边讲中文。吸引了库菲塞欧尼，以后搞不好也玩不到这种游戏了。所有的冒险，大陆玩不到这种游戏，全部都仙侠，全部都武侠，上的一切充满了憧憬，全部都他们的古装。而你也将带领着你的队员们，对不对？这种二次元的岛屿，动漫风啊，日本动漫风什么都没有了。就从这，阁下，国王紧急召见您。好。有一个王国剑士，大事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，大事不好是我讲啊。想必是与赤红彗星在此行事，蛮省成本的啊，就只有嘴巴跟眼睛会动。那我们立刻动身返回王都。但是有语音，怎么眼睛突然很白了？还是闭上眼睛？开始探索这座神秘的浮岛吧。好，画面的话比较卡通一点 ，OK， 我喜欢这种画风。我们遭遇到敌人了。点击英雄头像，让英雄迎战吧。好像是四个属性克制吧，四个阵营，然后光安护克。让我们再看上去已经万无一失。横版的放置卡牌，然后即时战斗，然后可以释放技能，就是整个玩法就中规中矩。好，中规中矩。有还可以啦，还可以。怎么一开始没有妹子啊？哦，这个圣骑士会补血啊，拿着盾跟锤子，那种有点像雷神索尔的感觉。然后我们进来之后有创角色吗？没有创角色，喂，就直接进来，就看一段那个英文的叙述。好，蛮族强大。好，米蒂亚应该是火法师吧？啊，这个是兽的，烧成灰吧。火，身体在燃烧，身体在燃烧，你都被烧了。跑，快跑！真是大开眼界，你的火焰如同拥有生命一般。我们也正前往王城，我建议我们同行。马上入伙，那就有劳大叔你带路了。声音有点老了，但是他的地位比较年轻。让这名刚刚加入我们的将美迪亚移动到战场中央。好，我们上阵了三名相同阵营的英雄，激活了光环效果。嗯，抱歉，按照这个九游账号，在这里可以看到全部光环的效果和激活条件，准备万全。这个战斗系统我都可以背出来，不是三阵营就是五阵营，就是四阵营。他是四加二啊，四阵营克制，然后有两个阵营互克，通常是这样。让我们来看看那些追随你的英雄们，来看看这位英雄的。点击一键换装按钮，点击升级即可强升级。这个基本玩法大家都会。你可承受不住？只是语音有点尴尬，至少我没那么喜欢。这个应该是皮肤吧？是不是？还是伙伴羁绊？应该是羁绊的伙伴英雄属性，好像是欸，伙伴应该是羁绊啦。然后这是这个角色的设定，抽到之后可以领个钻石。
你麾下的英雄们都对，就是这个势头，准备万全。好，角色虽然是横版的，但是他用小小的，没有很大。那看起来是可以上阵五个角色，五个英雄。然后还有教学吗？领主是我啊，通关通天堂80层，那么厉害，玩几天了啦？好，我们两个蓝卡，一只绿卡，然后这个有能量，你们现在是全自动都在果然，然后一只有可以两倍速，你不全自动就自己按了、啊，怎么又按到这个九幽账号？好，有一个奶妈出来了，一个神官吧，好，一个十字，艾莉西亚。风元素正被你流露出，对不起。比起道歉，我倒是更希望见识一下你的本事呢。哎，怎么突然就攻击过来？这边是怎样？我只能有一个选项而已，是不是？没有 roguelike 的玩法，是不是？好，输入昵称终于出来了。哎，我的输入法坏了，我跑出来了。好，哈姆不是拉姆。啊，获得这个神官，也是人类阵营的。人又受过严格的训练，只是缺乏实战。之前玩那个哥布林杀手也是啊，一开始哥杀，哥布林杀手简称哥杀啊。他还是有一个菜鸟神官加入他，很崇拜他吧，因为他救了这个神官。跟班。好。世界频道私聊没有人，系统，然后已经 OK 了，又一个卡牌，二次元卡牌，然后100连抽，就是你玩了这些章节，偷偷可以拿100连抽，哦，通关主线好领100连抽，然后我们现在几连抽啊？四只英雄，英雄有几只？没有很多吗？哎，还蛮多的哎。普通的1、2、3、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八只。我数到三，然后史诗的16只哦。哦，这比较多啊，神话比较多，1、2、3、4、5、5、6、30、32只。32加这个12只。44再加8只，52只，好，52只英雄。这种游戏就是一直抽出新英雄，让你去抽卡，然后养成这样。福利邮件没有嘛？然后通常会有兑换码，兑换码不知道，二支持可以兑换。他竟然说我是中国欸，阿富汗。奇怪啊，这肯定找不到台湾，我保证。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国家放在这儿？我觉得很没意义啊。会玩这个游戏的人就是中国人啊，除了我以外。我会去找中国的手游来玩，因为中国的手游如果有机会够红的话，台服会代理啊。但这个游戏应该不会，因为这个游戏就既不是三国，也不是什么知名 IP， 就是一个二次横向的卡牌啊，横向卡牌就比较普通一点，而且这种玩法也没有说特别厉害的地方。台服大部分都是一些换皮啊，大陆手都是换皮啊，像叫我大掌柜那一种金山换皮，或是升官换皮，宫廷换皮。
然后再就是 MMO 嘛，一堆 MMO 仙侠 MMO 换皮，主要是这两种换皮啊。然后再来就是一些知名 IP 动漫 IP 改编的手游，我是说比较一般常见的，就这些啊。忠诚、专注、毫无杂念。金币男又没了。让我想想，今晚是哪位新？好像不能超过我的等级，是不是啊？再艰难也要走完。反正没了，没有这个资源，就横版放置挂机嘛，这样想就好了。有没有那个两小时啊？两小时收益现在没有出现，把它缩起来，快速闯关两小时有没有啊？没看到，可恶！自动闯关五至四十三才可以，而且要开贵族或订阅贵族特权。这个辈子没当过什么贵族哎、欸，也没有享受过任何特权。你们有吗？因为我们都民主国家，又大家人人都是平民啊，哪有什么贵族？特权的话，就富二代有吗？正二代、富二代，不能太明显啊！太明显会不会现在会上新闻？就富二代出车祸干嘛的，就上新闻了嘛？撞死人就上新闻。什么李宗瑞哦？李宗瑞下药迷奸一堆在那个夜店里面乱搞，然后拍影片，也是算是富二代吧，也是被抓起来关了、啊、哪有什么特权啊，就顶多就花钱请律师嘛，穷人的话就请不起律师啊，还是有差，还是有差，有钱人跟没有钱人还是有差，没有钱还是弱势。你不小心在路上撞到一台特斯拉，你就赔死了；靠到一台那个千万跑车，你就再见了。不过通常千万跑车都有保险，轮不到你赔。那个随便钣金靠一下你就赔几十万了，哪赔得起啊？对不对？真的是祸不单行。我觉得在外面很容易就发生意外，人生就是充满了意外啊。所以越老越宅，哎、欸，我怎么没办法回主城啊？他的主城又长这样哦，不可能啊！序章，这个应该是那个新手的目标吧，成就什么的。地图这么大哦，这个世界这么丰富哦。然后世界。这刚点的嘛，所以他的首页是学韩国风，是不是？就是让你一直挂机这样战斗，这样一直放置。有的韩国游戏通常是这样，就是他的那个首页界面跟那个战斗结合在一起的。然后突然间想要回首页，哎，没有首页找不到了，目前没有首页。这个都没有东西啊。哦，都没有东西啊！这个日常主线周场单任务，好吧，挑战首领第八集 ，Go Go Go！ 这种游戏你们会想玩吗？如果我都没玩过类似的话，应该 OK 啦，但是太常见了。理论上啦，看我频道的观众应该很熟。今天是8月1号啊，好快啊！八月了，暑假过一半了。你们暑假有没有去哪里玩？去垦丁玩啊，去澎湖玩啊，去哪里玩？台湾只能这几个地方嘛，去绿岛玩，去离岛玩一下。绿岛我去过两次了，兰屿话没去过。兰屿更偏。不然就去南部玩。北部的人去南部玩，再来是什么假日啊？
现在是8月1号，农历的话是七月十啊，那再来是情人节吧，是不是七夕情人节？就农历7月7号，对不对？应该是啊。这个我也看不出来，应该是77吧。神秘的壁画，有 roguelike 啊？怎么每次都弄都是 A 啊？没有 B，A B C D。有一个事件玩法，然后这边有一个事件玩法。前往，我不知道，前往没反应呢。这个零天是怎样？它显示零天啊，一直只是解锁。就只有单一玩法、欸，奇怪，没有那个副本玩法吗？爬塔玩法应该有啊，因为那有人爬80层，怎么没有修复完？应该说他没有一个主线让我们一起做，直立式的那一种换皮放置挂机会主线一直让你点到爆炸，不知道干嘛。对啊，这边怎么没有那个副本玩法、啊？奇怪，天际之岛，我怎么回去啊？哦，我要怎么回去？回主城啊？这边没有主城耶。前往？对啊，没有主城。那我的副本怎么到嘞？我刚刚没有认真看教学啊，我就这样跳过去耶。哦。啊，在这里是可以120分钟收益的，想说奇怪怎么没有？它显示在这挂机在这里，然后其他副本玩法不知道哎、欸，奇怪，它还没跳出功能来。我们首领来袭。所谓首领就是跟我们的角色一样啊，你看，就把我们的角色再弄过来，不是真的那种 boss。主线奖励，主线奖励在这，主线就是只有贪官而已，没有特别的主线。李峰山应该要开我们。哦，开了啦！为什么没有主城？就是你要到主城抽卡、啊，这里出来，终于出来了哦！玩了18分钟才发现，没有这个就不对了啊，对不对？我还想说放弃耶，怎么会没有主城？应该不太像啊，因为我们刚刚……哦，我想说刚刚在冒险的时候也没有看到这些功能啊，想说奇怪怎么没有。反正主城就是有家园嘛，招募嘛，那有三种吧，通常都是就是普通、高级、友情的，你这样想就好了，只是名称会不太一样。这就是海盗是不是？船长有没有？钻石、种族、友情，它是分种族跟钻石，然后还有友情，不是普通高级，反正一定也有友情，友情让你加好友。然后心愿清单增加几率吧，可以增加几率啊，只是总几率不变。好，然后其他玩法都在这个，什么圣堂、爬塔是不是？不对，升阶用，你要两个塔还可以升阶。家园系统可以重置英雄，遣散英雄。我还以为是家园布置的，就是遣散，把你的资源返还。首充，安娜苏沃，7日。好，那 Life 2D 这边还可以啦，还可以。活动，特权应该是包月吧，终身卡、月卡、特权。反正大陆手游里面应该也不会储值啊。我所谓不会是说不知道怎么储值，不是不想储值，是不知道怎么储值。我就不知道啊。
没有那种东西可以出资啊，只是介绍一下，看台服到时候会不会出啊。只是我觉得一般般吧，台服不太会出的感觉。好，我先玩到这边吧。好，跑出来了，组成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看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不小心用力过猛。